Dağım olamıyor. Şehrin mağdurusu, all six show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Sambanda, Abhik Sambanda Bhagavan, Abhideya Bhakti Vaya Krishna, Prema Priyoja, Veda Tita. Prabhupada Chauda Atoy Sambanda Abhideya Apayoja Tatama. Sambanda is Sambanda Sambanda Chushi. So Puja Fanga Chakra Krishna Sola. Oh Arjuna. So Tatava Dajo Dresho, Vashavan Wujian, Wuchida, Lishida, Dola Atsuyu. The problem is we are not realizing that it belongs to Bhagavan. We have not realized that this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We have not realized that this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We have not realized that this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We have not realized that this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We have not realized that this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We have not realized that this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We have not realized that this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你是不是创造他呢？你创造他呢？他说没有，他怎么说啊？他是你的妻子，他这就是啊错误的概念。所以我们意识到呢，一切都是呢处于啊属于波斯巴的，一切享受呢。一个贼呢啊，这东西那就会被惩罚。所以呢，我们如果想享受，通过牲口意去享受的话呢，都要受到惩罚，也基本。 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在根深蒂固了啊，因为玛雅的影响，阿比迪亚物质的影响，所以我是这个身体啊，属于这个身体的，都是我的，是跟我享受的。因此呢，我们在玛雅之中，舍忘记了跟Krishna的三班的关系。当Krishna转脸背向。 巴格瓦姆的时候呢，他被玛雅抓住。但他从古鲁巴什那玛的去聆听，他自己的地位，我是谁等等，我是不是澳大利亚，我是中国人，我穆加拉人。那这时候他明白我是Krishna Das，他就会哭出来，他说：“哦，我不要 samsara， 不要物质的生存。”这时候呢，他就会哀叹，天哪！ 哀哉，我被玛雅骗了，哦，骗了。这时候，他会向Krishna哭求，Oh Krishna， 请赐我恩赐。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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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Krishna 会把他带上他，以什么方式呢？ 就是啊，以须麻的摩罕这个形象。所以呢，这个神像非常古老。 比较长的故事啊，但是呢 ，Uttar Devi， 她就是 Uttar 王的女儿，Pandava 兄弟。当时呢，啊，Pandava 兄弟跟呢 Drupadi 躲藏了一年，但是 Arjuna 呢，有一年时间而被诅咒成了阉人。 他对乌塔的王说：“这国王非常高兴，他说你娶我女儿吧，但是没怎么可能呢？因为呢，我是你的门徒，哦，咕噜乌鲁。那么呢，咕噜接受女门徒的时候，就像呢女儿一样啊，怎么能接受呢？他呢，他说还是让她嫁给我的。” 嫁给我的儿子，成为我的媳妇，也是我女儿。因此呢，当时把Uttar Devi 呢，和Abhimanyu嫁给他儿子Abhimanyu。因此他是直接见过 Krishna 的，他是Yudhisthira的母亲。所以在 Krishna 的年纪之后 ，Krishna 的曾孙子 Brajanab， 他想呢安放 Krishna， 在 Brajanab 安放 Krishna 的塑像。他说谁能够描述 Krishna 呢？所以 Uttar Devi 呢，他说。 我见过他，他也是呢，巴利士大君的啊，巴利士大君的母亲，所以是伟大人物。但是被巴扎纳巴找过来，啊，来雕塑这个神像。他说哦，这个是逐步呢，像马德摩罕，所以呢，这个神像就像马德摩罕。另外又塑了一个神像，他说这个胸膛呢，就像勾比呢。
Rajanaba 又说了一下，说了一尊神像，他这个脸啊，就像 Govinda Dev， 是三尊神像。是 Vishvakarma 说的，不要说的，这是 Govinda Vaishnava 的生命和灵魂。Madhu Mohan Gopinath 以及 Govinda， 在时间呢过程中，因为卡里年代的影响，这神像呢啊。遗失了，所以呢，当时马普古呢给六位国沙弥训示，他说你们要去呢，重新啊重现呢不想消失光的啊地点。第二呢，哪些呢啊 ，Rajanaba 这些遗失的神像，请你找回来。还有呢 ，Grant Prakash 这些撰写呢。维什纳瓦的书籍，以及树立呢维什纳瓦萨达查、维什纳瓦的行为典范，在那个上面呢，想找寻找马德摩罕这个神像，但是呢，没法找到。每个维什纳瓦都有他的本尊 ，Easter Dev， 就像 Param Gurudev Easter Dev 是谁呢 ？Radha Vinod Bihari， Saraswati 是 Gandhava Giridhari， 我听不到过呢。Radha Madhav， 所以每一个呢，维什纳瓦都有他特别的神像。他那个上面呢，我的马德摩罕在哪里呢？他在哪里？马德摩罕已经被阿对的查找到了。是的，对的，这样。他当时呢，就把神像找到了三地普，但是呢，在马图拉的时候，那么呢，这神像进入到梦中说了：“你不要带我到，带出啊，布拉贾。”所以三地普上面每天去朝拜，从布拉贾呢到高巴丹，从高巴丹绕拜之后呢，去了马图拉啊，去花园，然后再回到布拉贾。所以呢，去花园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啊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有一个啊女婆罗门乔比，她有很强的 Vasali Prem， 对克什纳父母之爱，因此克什纳以小孩子形象，当自己的儿子玩耍。三克沙米当时呢去那时候看到了这个女啊在那煮饭，是 Brajavasi， 非常特别。那冬天啊非常冷。他呢，用树枝啊在那刷牙，另外一边啊棍子，另外一边啊搅拌了这个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行为。因为呢，这个嘴巴比呢，据说比呢啊这个下面呢是前因后巧还脏了。三个上面说。怎么回事呢？而且巴西呢，尊非常尊重三那个上面，不得说了。他比的啊，上面非常不跟人吃，因为呢，他非常尊重那个上面，但是三那个上面呢，非常挺爱他们。你家女儿怎么样？你家牛怎么样？有没有谁生病啊？父亲，就像一个父亲。因此呢，而迪拉纳卡中，三那个沙弥去到哪里，所有人都冲过来，给那啊送面、送奶油，还有牛奶。但他离开之后，那些居民都会跟着他，都哭啊。所以三那个沙弥呢啊就阻止他们，让他们回去，让他们回去。所以三那个沙弥说什么，巴吉巴西都不会拒绝。因此三那个沙弥当时向他建议了。像这个女婆罗门，因为看到马德摩罕小孩子形象出来啊，跟着这个女婆罗门的儿子玩耍，他们玩这个啊，古里达塔，下曲棍球样。但是呢，马德摩罕他输了，这个小孩子说：“你回来。”这时候呢，他马德摩罕进入庙中。三那个上面呢，对呢啊，这个女婆罗门说了：“哦。”我们不追随那 Shruti Smriti 的这个经典，你的啊就不能得到 Bhakti 的风爱的造成骚扰。因此呢，三个师母说：“哦，妈妈，母亲啊，首先沐浴啊，擦涤拉克，洗啊，去洗刷的锅，然后再呢，再去煮饭。这时候呢，啊，这女仆人们答应了。”啊、哦，他说：“那你说的我就会照做。”他擦了第二颗啊，之后呢再煮了。但是这神像啊，这小孩子哭了。哦，妈妈，我很饿了，赶快给我 kitchen 啊粥。我怎么办呢？我要去洗澡，我要穿上新衣服啊、哦，要清洁呢厨房。他
吃了这粥。他的妈说，昨天啊、哦、那个粥好吃，今天粥不这么好吃。三个商品呢也觉悟了所有一切人。好了，他对那女仆人说，他说你做的一切克什坦接受啊，你就这样照做吧。因为呢，一个人对克什坦有爱的话，克什坦不爱的话，所以伟达经都支持他们，他们不支持伟达经，他们甚至超越经典规范。这三个上面来了，哦，马德曼说，爸爸，你跟我走，让我跟我走，让你走吧。三个沙弥是拉班格曼加里，这个马杜拉斯给他能更大的快乐，超过了父母之爱。因此呢，不想说你，哦，把我带走。三个沙弥说，我没办法，我到处化缘，我没办法照顾你。他说你给我什么东西啊、哦，都没有所谓。三个沙弥把马德莫汉啊带到这个地方。有次。咱们那时候没有啊，chapati啊这个盘子了啊，只有一个面团团啊在烧了。那么马德莫汉说啊，哦，三德等级啊，请给我一点盐。三德哥上面说，你要盐了、啊。说第二天呢、啊，你又说要点奶油，贝克巴吉，还有安乐西。每天每天啊，就要点。我每天要拿这东西来给你啊，煮。那我就没时间做巴掌。你吃三德哥上面呢？他知道，他是拉吉库玛。他每天从 Radhika 手中去吃东西，现在怎么会从我手中接这种、哦、面团团呢？所以呢、哦、他不能够好好照顾这神像，因此呢，他有些愿望。三个上面心中有个服务克什坦的愿望，克什坦明白，克什坦呢总是满足他奉献者的愿望。但你要纯粹的东西呢，很好，但是你欲求不良的东西对不好。因此有个船呢。来到亚穆纳河边，刚好呢，哦，在沙滩上搁浅。这个商人呢，哦，说怎么办呢？怎么把船啊、哦、弄掉呢？啊，突然了，有一个呢，牧牛，哦，一个牛来了。快过刀！不怕不怕不怕！哎哎，有小心！哎呀呀！三个上面有愿望，不想进寺庙，进门。他告诉呢，这个船长说，你没有想到这个船能够出来，那么你就赶快啊，找一个沙头叫萨拉达。他向萨拉哥上面祈求了，萨拉哥上面说，我没无能为力啊。这都是不善的，你向马德摩汉巴祈祷吧。这时候呢，这个船长向马德摩汉巴祈祷，这个船后来真的啊，我正好就出来了。之后呢，他建了一座大庙，就是山上那个红庙，为了服务马德摩汉。三个沙弥启迪了一些门徒，然后呢，让那些人去服务这神像，把他自己的精神呢，啊，把这曼德拉朝拜。第三个上面是古爹说，你们在我们认为我们进化哦在进行啊、哦、朝拜啊，我们就像一头牛一样哦，到处走走哦吃吃。但是呢，城区的外甥们哦，个上面的他们进行真正的外甥朝拜，他们在各地方哦唱着 Radhe Radhe Vishaka， 他们在哪里？总是在分离情绪中，他们到处找。哦，克什坦是否在这里？他可能在卡列丹。他们啊，寻求克什坦大神。啊，我们的帕利克拉玛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呢，我们跟纯粹外师那么在一起，不在一起的话，就成为啊，不能成为啊，帕利克拉玛。
是基督马丁马本仁慈。马丁是爱神的意思。我们被爱神啊、马丁吸引了，因为我们被色欲而吸引，因此呢，我们在啊无穷无尽的啊生死轮回、生老病死之中。但是 Krishna 呢，非常具有吸引力，他甚至呢啊吸引了爱神的啊心思。Krishna 啊比呢数百万级的啊丘比特人还吸引。是我们不想啊被吸引，这就是我们的啊不幸。所以 Krishna 会给我们仁慈，因为呢 Madhama 是 Sambandha Tattva， 所以给呢 Sambandha 呢是 Diksha Guru， 所以呢 Madhama 以 Diksha Guru 的形式给我们仁慈，但我们希望够上能够生命祈祷，但是呢 Sambandha Tattva 的 Acharya， 这样子我们能够去明白 Guru Tattva。 我们要去 Guru 那接受跟不再凡的关系 Sambandha， 谁是 Guru 呢？但是马东华本人知道，因此我要非常小心的向马东华祈祷，请给我们仁慈，让我们得到解脱萨埵的这个联姻，这都是马东华的恩赐。因此我们向他的莲花去祈祷，我们非常扩张二十四小时因为充满我们心充满的阿那塔，因此我们内心呼唤召唤很多东西名声地位色欲等等，让我们心意的不被其他东西所吸引，不为善良心态、激情心态、善良心态心，让我们的心走向拉达摩德摩汉，加爱，加爱，加爱。